小鱼，要是你在心里面爸爸会这一套，就不用买东西。要不要吃了？要不要把它放进？哎呦！好，两位帮我好嘞。可以。好，你过嚟啊！好神秘嘅魔术嘅，我揸住你个眼睛先，就冇俾你看得到。好，唔使惊啦，我哋好快呢度啲人会消失晒噶啦。我走晒，你埋单。走晒啦。主招，我睇個長江七號個 trailer 咧，未有一個，嗰下咧，你記得記唔記到？真係唔怕叫起來呢個，好怕叫起嚟嗰個啊嘛。對，嗱，第一餐啦，你哋試下啦。阿黃雷媽媽好緊張啊，都望緊啊。好怕好怕。小朋友咧，咁我覺得係好值得香港嘅小朋友學習嘅，第一佢哋好獨立，咁啊亦都因為佢哋嘅爸爸媽媽，即係佢哋屋企人好好啊，即係個培訓好好啦。咁另外兩位真係好獨立啊，佢哋可以好似阿嬌同佢兩個拍戲，六七點就坐起身，自己就搞掂曬咁樣，就等出發。喺現場對自己嘅理解能力啊，各方面，佢哋有好好嘅閱讀興趣，佢好中意閱讀。咁你見佢哋好似有啲老積咁，但其實佢兩個係細路仔嚟嘅，即係佢哋好。好天真，好細路仔玩玩，玩得好開心，同埋誒好唔怕醜，即係唔怕醜。好多時候話你都唔怕醜嘅，唔怕醜唔係一件壞事嘅，唔怕醜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即係你好勇於去表達自己，要去好即係要肯表達自己咯。即係香港好多小朋友，你見到大個啲嗰啲咩 fans 都係遮住塊面噶嘛，有啲咩就遮住塊面咁樣我覺得唔係咁好咯，即係勇於去表達自己係一件好事啊！咁我覺得香港小朋友可以向呢兩位小朋友學習下，佢哋嘅亦都好有呢個學習嘅興趣，好不斷每日你見到都喺現場度學嘢。所以什麼？呵呵，大家好，我是魔术爷爷。给你表演个魔术，来把这个紫色的袋子打开。这个，拿下来，打开。打开了，把里面三个东西拿出来。等会儿呢，你把这个卡片竖的放到这里面，然后闭上嘴巴，然后是这样转过头的。我很快就能知道你放的是什么颜色的卡片哦。哦，这是我现在放一个颜色的进去。对，要这样竖着放，不要横着放。顺就是这样子，是顺着这样子放。对，不要这样子放。对，你就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你放的是绿色的。哎，你再来一次吧。没有哦。好，再来，接着把它拿出来。好了吗？等等啊。好了。你放的还是绿色。
去，然后从饼子里面拿出来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好，再来。不是，妈妈在后面叫我。不可以。OK， 就摸着吃这个。好。